館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登場式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ポッポ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ポッポ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开学了啊！只想就这样一辈子放暑假，永远不要再开学了啊！那样的话，就算作业做不完也没关系啊！别滚来滚去的了，你也准备一下明天的东西嘛。你可真不懂我呀，姐姐。我现在呢，是在和逝去的暑假嬉戏呢。什么？离别时刻步步逼近，我在和我亲爱的暑假依依惜别呢。别走呀，亲爱的暑假！亲爱的暑假，回来吧，暑假，回来，快回来，回来，快回来！姐姐，小丸子啊，妈妈，这是给你们的联系册、室内鞋，当然还有新缝的抹布。谢谢。嗯，小丸子，你的东西呢？作业都做好了吗？那个嘛，他说他要跟即将逝去的暑假嬉戏啊。太棒了，说的真是太好了。爷爷，不愧是丸子，说出来的话就是不同凡响，与即将逝去的暑假嬉戏表现出一种既悲伤又意味深长的意境，对吧，妈妈？哎，真是这样吗？我觉得这是借口而已。不不不，丸子确实有才能，天才呀！谢谢你，爷爷。丸子啊！中午又吃挂面呢？别这么多怨言了，还不快点吃？先修你不吃吗？不饿的话，那就让我来把它吃完吧。我吃的，我开始吃了。哎，吃那么多次，说不定我以后头上都能长出挂面来。在学校的话，每天还能吃到不一样的食物，那不是很好吗？明天就又能吃到了。你这是怎么了，冰冰？明天就开学了，可是作业……哎呀，还没做完吗？真是太不像话了！父子是笨蛋子！哎呀，你们两个只要在家的话，就每天吵架。真希望你们快点去学校吧。可是父子他不。哎呀，这不怎么办不？这叫我明天怎么教我不？因为哥哥你说还没做完作业，所以父子才想要帮你做的不？父子，父子，去静冈？小玉的妈妈说可以带上我一起去。听说在商场屋顶上有获艾米奖的魔术师表演，那我去了。先等一下，为了慎重起见呢，我还是得再问问你，暑假作业全都做完了没有？
读后感是已经做完了，可是其他的不清楚啊。还没做完吧？是吗？好像是的。居然还有心思啊！哈哈，明天就要开学了。讨厌，人家知道的，这么快就开学了，真是光阴似箭呢。笨蛋！现在不是去金刚的时候吧？快给我去做作业。不要嘛，难得人家小玉的妈妈她……那也没办法啊，是你自己的过错。哎呀，回来之后我会再做的嘛。不行，而且万一的话，我是说万一哦，就算暑假作业做不完，跟老师道个歉就没事了，但以后可再也看不到艾米奖表演啦。对不起，你特意邀请我的。不不，我才该说对不起，我以为你作业没剩下很多，所以邀请你了，对不起哦。小丸子，谁听了都会认为现在不是看艾米奖表演的时候啊，那么作业要好好加油完成啊。谢谢了，小玉你加油看艾米奖表演吧。看艾米奖表演究竟要怎么个加油法呀？哈哈哈，还真是剩下不少呀。如果暑假可以重来的话，我一定会每天做一点，把作业做完的。这是没做完作业的人经常会说的话。怎么办？可能来不及了，看来只能去道歉了呀。啊！怎么样？讨厌了，没问题的，我一定可以做完的。是吗？那么我出去买东西了。路上小心。啊，怎么办呢？不知道明天会发烧吗？肚子会不会痛呢？还有胡川老师他。各位同学，今年的暑假作业不用交上来也是可以的。太好了。不知道会不会这样。与其有时间想这些傻事，还不如快点起来做作业。哎呀，英太太，冰淇太太，暑假终于要结束了，想到明天就开学了，还真是开心呢。来买晚饭食材吗？是啊，不知道今晚做什么菜好呢？每天都要想做什么菜，真烦恼啊。就是啊，今天中午的时候啊，我家县校说每天吃挂面都腻了，还是他们学校平时的午餐好。这小子真是太可恶了。走过路过别错过，今天本店鳗鱼大特卖，鳗鱼对消除夏天的疲劳很有效。不如今天奢侈一把，买鳗鱼吧。怎么？给我家县校鼓鼓劲儿，他暑假作业到现在还没做完呢。也是啊，要不我也买鳗鱼吧。哎，你家的也是吗？富田太太。你们好啊。富田太太，难道也来买鳗鱼？你们也是吗？不，是啊。你家的猪太郎也没做完暑假作业？是啊，不加把劲儿的话，大家都是吗？不，吃鳗鱼吧，就鳗鱼吧，就买鳗鱼吧。不，好困呐，不行了。看来我还真是不太适合学习呀，我躺一下，一下下而已，不是要睡哦，只是让眼睛休息一会儿，就一下下。我回来了，小丸子啊，真是。醒醒啊，小丸子，小丸子。妈妈，你怎么了？爷爷，过了暑假，你看小丸子又长大了些。是啊，真的长大了。晒得这么黑。
睡得真香，这个暑假里又长大了不少啊，保佑我的小锦一天天健康的成长哦。从明天开始，这个家又要安静下来了。就是啊，真有点寂寞。爷爷，我明年呢，还想和姐姐丸子他们一起过暑假呢，后年再后年再后年，一直陪下去。啊，总算完成一本了。是鳗鱼，太好了，好奢侈啊！因为是大特卖了。果然呢，要不是大特卖，我家小七的妈妈怎么都不可能会去买鳗鱼的嘛。吃完后要再加把劲儿，啊？原来是这样啊，要加油啊！我会的。那天晚上，这个。想想，哥哥要加油啊！不，看来吃过鳗鱼变得最有干劲的是各位妈妈吧。嗯，王伟在班委选举日请假。笔记本看起来很重啊。嗯嗯，还好啦。虽说是这样，不过开学第一天就做值日生还真是不走运呢。总而言之，让我这个班长来帮你把笔记本搬到老师办公室吧。哎，王伟同学不用了，今天我们是值日生啊。哎呀，不用客气嘛，我晚伟莫南呢，只要一看到有困难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助一臂之力的。王伟同学真是个好人。你错了，山田同学。作为回报，请大家在后天的班委选举会上为这么乐于助人的完美莫南投上神圣的一票吧。原来是这样。对不起，王伟同学。没关系的。作为赔礼，请在后天选举会上为差点被撞倒弄翻了书也不生气、心胸宽广的完美莫南投上神圣的一票吧。王伟同学干劲十足啊。嗯，特别是这个阶段。你怎么了，王伟同学？啊，总感觉喉咙有点……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得了感冒吧？没事吧，后天就要选举了呀。哎，没事的，回家后我会马上喝母亲大人特制的营养果汁，而且啊，今天和明天的晚上呢，我都会回去吃选举必胜的母亲大人特制的猪排饭的。对于王伟同学的母亲来说，选举也是一件大事啊。那是当然的。加油加油，亲爱的莫南，加油。也为了母亲大人，这次的班长之位我志在必得。等等啊，嗯，这样不行，明明是值日生还要逃跑，你吵死了前田。等等，中岛同学，做值日生竟然要逃跑，成何体统？什么嘛，连王伟都，我感冒了，好像完全看不出来呀。你听好了，上次做值日生的时候也逃跑了吧？好厉害呀，值日生就没人做了。第二天，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中岛同学因为感冒了，今天请假。感冒？说起来，他好像是说过不舒服的。都是你的错哦。什么嘛？中岛同学请假的事情，明明都跟你说过不舒服了，你还强迫他留下来做什么值日生？等等，你们两个。你们两个是不是搞错对象了？即使中岛同学是有点感冒，但也不应该在做值日生的时候逃跑嘛。王伟同学没有做错什么。什么嘛？哼，英同学。没什么，小事一桩。我只不过做了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我说你，不会是想要做这次的班长候选人吧？啊？四
所以你才会做出这种充满正义感的事情。总而言之，是这样吧？真是笨蛋！我只不过是担心你受伤害而已，我不管你了。婉伟同学怎么还不回家呀？看样子他肯定在写明天班委选举会上的发言稿了。好了，回家了。到了选举日那天，盖上了。早上好，小丸子。早上好。我昨天白天就躺着看看电视。哎呀，今天中岛同学来了呀。哎，婉伟同学呢？哎呀，真的不在啊，怎么回事？今天明明是选举日。大家早上好，今天婉伟同学因为感冒请假了。婉伟同学，真没想到婉伟也会请假，这种事也很难说呀。婉伟同学昨天咳得很厉害呢。是啊，但是偏偏在这种日子。不，母亲大人，快请放开我！今天是选举日，我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去学校。莫南，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不行啊！你感冒太严重，今天绝对不能去，万一传给同学，你说怎么办呢？但是，我为了今天的班委选举，妈妈跟你也是一样的。但是莫南，人生中还有很多很多不得不放弃的事情啊！这次是我一生的失败呀、啊！妈妈也是一样的。母亲大人，我能忘了吗？画面浮现了。今天本来是要进行班委选举的。说的是啥？说要不选，等婉伟同学来了再选举也可以呀、啊。婉伟同学他会很热心的帮我们搬作业本，如果他不在就进行选举的话，太可怜了。山田同学偶尔也说得很对呀，就是呀。但是这样的话不就很奇怪了吗？中岛同学，因为本来是今天进行选举的，但因为婉伟请假了，就决定改为其他的日子，总感觉好像是在特殊照顾婉伟同学吧。中岛同学还记着值日生逃跑被警告的事情呢。这么说起来也是啊，而且那家伙一直很啰嗦呀。就是啊，你帮他他会说，总而言之你肯定是盯上这次班长的位置了吧之类的，你们说是吧？殷同学昨天不就被他说了吗？怎么办？但是其他想做的人也没有啊。就是啊，但是特殊照顾就……哎呦，花瓶里的花快要枯萎了。今天我是值日生，不好意思，我现在马上就去装水。我也是，平时总是被王伟同学说了就马上去装水的。小丸子，没事吧？你们两个没有受伤吧？没有。没有受伤。啊。真是的，昨天的值日生到底是谁呀？对不起，昨天放在走廊没拿回来。婉伟同学不在就……是这样吗？一直都是婉伟同学在提醒大家。那这到底算什么嘛？老是婉伟的，那是班长应该做的事啊，你们都忘了吗？那家伙真是啰嗦的要命，还老是警告别人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昨天的授课内容呀。是谁帮你把这个笔记都抄下来了呢？谁为我抄的呀？该不会是……这是婉伟同学的字呢。他昨天在学校留到很晚啊。婉伟，原来不是选举会上的发言稿呀。第二天，早上好，王伟同学，感冒好点了没有？英同学，
多谢你对我的关心。那个，恕我冒昧的问一句，现在的班长是哪位啊？你放心好了，我和山田同学会做好的。同学和山田同学，为什么选中的偏偏是你们两个呀？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吗？不是的，这样啊，是你们两个。英同学，今后我们三年级四班的事情就拜托你们。啊？笨蛋，这种事怎么可能呢？中岛同学，班委选举会改为下周举行了。哎，真是这样的？对不起呀，刚刚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那么，这么说我还是有机会的喽。王伟，这个谢谢了。中岛同学，太好了，王伟同学。我王伟莫南，为了能获得大家的支持，我一定会比以前更努力的。接着几天之后，那么也就是说，这届的班长是王伟同学和美环同学担任。那么王伟同学，来和大家说几句吧。是。总而言之来说呢，我完美莫南将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一定会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那么各位亲爱的同学，新学期才刚刚开始，我就发现大家会经常忘记带东西。对于这点，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千万别养成这种。瞧他那干劲十足的样子，让三年级四班的同学瞬间感到心情无比沉重。小玉收到了情书，使父亲大受打击。有葬在清水的小路上创作牌记。哎，这是什么？再来一句。小玉也因为收到情书而大受打击。下一集桃小丸子讲的是小玉的爸爸放弃拍照，和小丸子和有葬踏上牌记之旅，敬请期待哟。